台上的长官，以及台下有我们许多位里长哈，还有各位祝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那我想这个联合开发案哦，这个案子已经，就是不是说吵了，就是大家争议许久，就是大家为了权益问题哈，都已经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来开会。不过我想这个都是好的方向，只要大家在开会的时候不脱理性的范畴，斤斤计较都是应该的哈，就是不要脱离理性的范畴，我们斤斤计较，我认为公部门就应该听得斤斤。但我想刚刚几位发言，我都觉得说蛮中肯。之前几次的发言，有的时候大家会好像就远离了这个跳脱了这个话题，谈得比较远。那我觉得这样是会把整个哈时间都荡下来。其实我在这边给大家报告，前面那一个本来是 R04车站，本来是要设站，那就是因为连开讲不成，就变成其实我们大家处心积虑争取到 R04 车站，现在变成预算就变成没有办法执行，那这其实是对地方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损失啊哈，就是因为连开大家没有瞧好，它摆不平，那只好检举说他不愿意让步啊，政府的法令说这样子也不能做，那干脆就会站，那会站，在南京在新路六段哈，76巷附近那边，实在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了哈。所以我想，今天我无论如何都请检举的官员，大家的会还能够听进去，不过听进去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有共识，就是无私跟共识来创造我们，捷运连开能够完成。那另外这一点哦。我在这边也顺便提一下了哈，因为那个R04车站都已经被取消了，是不是到时候有这个可能性呢、啊？有一个出口可以延伸到林口街那个地方，就起两个的中间了、啊。我这个当然是工程上哦，我也希望说各位去了解一下，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、啊？因为那一站已经被废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就是讲伫永春高中，咱即卖上山上进最高这个所在，遮囡仔啊，甲永春。永春高中甲上山上进，即个搭捷运来时是加真方便啦。啊，包括讲买当照顾的较难便，是说在乡亲啦吼。所以我想啦吼，大家愈切愈近。那里长是很关心到一平换一平的问题吼。我在这边也这样子讲吼，有的时候法律是死的，这个法律是死的，就是说，除非有一个人，他有一个方式。他把容积能够无限一直加到上面去的时候，就一平换一平。所以我想一平换一平是一个理想，但是有那么多的容积可以加上去，比如说捷运交通用地的截角，还有停角，还有什么中，还有都跟的奖励，什么奖励都把它加一加。我们请了、啊，应该要公开透明，让大家了解。如果没有办法一平换一平，我们的紧绷啊，就上限极限。到底在哪里？我们不应该让民众觉得说美和市那个案子啊，就让民众很伤政府了。就讲的行动嘛，公告吼，绝对无问题，结果走出来吼，说的跟做的是不一样。那事后大家对信关系不落用，所以我要是再一次的跟各位乡亲表示我们诚挚的意见，就是华南党的这位，用真诚、用公平的方式，希望连开能够成。啊，我也请政府哦，不要隐瞒。就是不要隐瞒，就是公开这个土地到底能够极限有多少容积，我们应该要公开。另外我认为哈，今天大家在做都是一个图说了哈，其实有一个模型哈，也是很好的方式了哈。如果稍微有一点点模型出来，各位因为有些年纪大他反应不过来，他你在讲很多其实他不一定能够看得懂。如果有一个模型差不多能够做到这附近一个街景，比如说东道，你要东到哪里？不，这个北道，看是要到，中坡南或者中坡南再过去一点点，那这边可以到林口街，就是松山上再过了一点点，那整个街景图哦，就是透过你的模型，那这个政府什么钱都可以省，就是这个模型就不要省。为什么讲？你可以让大家看得到未来的愿景到底长得什么样子，才不会说大家都在瞎子摸象。不讲这里是头还是那里是尾，那各位在讨论的时候哦，变成没有计较的这个地方。因此，我大概就这样讲。至于啊，实际上实质的哈、哦，
是一定要透过大家一点一滴的讨论，那这边不能排斥。那里长哈，曾传达里长非常用心，我们给他一个鼓励好不好？谢谢。他是一直哈，啊，当我还没到的时候，他一直催一定要来。我说，我想我一定要来。我在这边跟大家讲，我具体的给大家保证，我也会要求柯文哲市长哈，就江都就针对这个问题，一定要公开透明。公开透明是大家所需要的，我这样讲对不对？这叫公开透明，不要隐藏说若干的容积把它隐藏，以后给什么雅欣啊，给谁，那么约走了，那这样就不好。所以我们再次的希望能够公开透明，那这个土地能够产出多少的楼地板面积，让大家都知道那里有多少职温，就去做。那争议针对个案的争议问题，针对个案的争议问题提出来，我们就针对个案去讨论。比如说针对个案哪一个个案上的问题，我们针对个案去讨论。我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呢，比较能够成事。我想请教你，今天是三月几号？今天是三月十一号。你在下一次再开会，还下一次会什么时候跟大家再讲？我们第二次的公听会大概在六月份。好，六月份距离现在也是只有三个月份而已哈。我再次希望哈，我们希望六月份的时候，我刚刚讲了，稍微有一个接近的那个所谓的模型出来了，接近应该让大家看得出来，完工之后是长了什么样子。我认为应该必须要让大家有那个意向，这个不会太困难。议员这个要求我们会带回去，不是带回去，是应该要去做。你带回去就不一定会做了。我这样讲对不对？我不划算去做，我就说做那个不是很困难的事情。他说用录音带带回去。不是，我们林里长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许多里长，我跟大家讲，你一定要大家看到，嘿，今麦要讲都更的吼，马龙搞模型嘛，也都要把那个模型做出来呢。你们要把模型做出来，你真的哈开一百次会大家都不太懂，你讲得很好，但是大家还是不太懂，让大家看到那个愿景，那以后就渐渐经验比较容易完成哈，好不好？我就四个字：公开透明，容积不能暗岗，哦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就是我希望下一次能够把模型带出来。最后面我希望说大家理性讨论，集中共识，理性讨论来得到共识，安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如果有讲座我来承担，但是各位的钱我们一定给大家照住哈。那你点个大家这个来拍片，包括讲控制市长那么要求，一定要叫人来做，因为这是未使，这是大家人一世人的性命啦，一世人的财产拢在遮嘛，所以我们不可以让他随便的哦，就这样子被消化掉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德王，一点切记切记再切记的，好不好哈？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不晓得各位记住。